喂喂，这边讲话，让我讲话，我们都收不垃圾，好不好？那个你看，都抱得很舒服，好不好？因为对手是这些，所以差不多啦。什么都什么哎，我看不起你嘞，不诚意的。从葡萄姐姐到米可白，大家都没看腻。哎，这么黑还长胡子，还能拍性感封面，谁投给他的呢？谁是他自己，他自己给他自己下的评语。我们要送给甜甜四个字：令人鼻酸。今天最主要工作是维持秩序。对，好，五位评审老师，你们觉得他们五位当中，一号是最美，八号是最丑，有没有人根本不应该坐在哪一个位置？你可以叫他移动。莫可拜不好的坐，那个他不要坐的，那他应该坐在哪里？九号？几号？一号。一号呀！来，那个，怎么可能？来，后来来，费丹尼，你觉得哪一位应该要异动一下？我本来是说 Apple 是最美，但是我看到他的妹妹，我就觉得他比较看到他的妹妹，他你看到他的妹妹，你是在哪一个角度啊？还是不好看呀？对，那我觉得他应该是一号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要来，贵，庆哥没有骗你吧？因为很多老外眼中你是超级辣妹。哎，目前才一个，目前才一个。身材，赶快叫一个老外，赶快搬家哈。会选择最安全的选择是。五号跟第一号 ，OK， 换过来，你们这样，他们是姐妹，你很会做效果哎，你对，因为他们是姐妹，所以他们不会见怪。哦，哎，姐妹情，好，感情，拜拜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来，去，哇，去 ，OK， 哎呦，还打我，哎，但其实 Apple 身材也蛮厉害，对呀，真的啦，真的。杰克这成绩 ，Jack change position， 米可白吗？耶，米可白，对，我觉得他是 She married 的，怎么样？结婚了？谁？结婚？强哥还没啦，还没啦，没，他结婚了。哎呀，我给你们看老公照片，他有老公啊。我喜欢他的笑容，笑容。She have a husband, he should have a brother. 哎，这个跟比赛无关，跟比赛无关，跟比赛无关，无关，无关，无关。哎呦，所以你觉得他的笑容 ，smiling， 很正点。But she has 57 kilograms. 57公斤，还在攻击这个列入这个阿里爸爸啊，我觉得是小天天要到一号。中东市场没错，外国人的。Excuse me， 小天的。Sorry， 有请他讲中文。等一下，让我讲话。喂，这边讲话，让我讲话。你真的喝酒来录影？我让我讲话，你们都收不垃圾好不好？那个你看，都抱得很舒服好不好？到一号。抱得很舒服啊，不好意思，你到一号。收不垃圾不 OK。好，飞得越高，摔得越重。真的，人生就是这样，不要因为一时的骄傲。突然间忘了自己是谁，而且小甜甜这种类型的，在阿里的眼中是就是沙威玛，他是一个神物。各位，马上来看看外国男生心中女丑的外形排行，这个是要做试调的哦。来，请看。第一阶段排行总结，小甜甜荣登女丑之冠，而露露不幸垫底啦。接着实际走入街头，带你目睹谁才是外国人眼中的第一美人呢？二三。小心！屁啦！我应该第一的吧？露露，不，瑶瑶，这谁？合体吧，但我应该第一名。没有你七刚刚好了。我觉得你就是瑶瑶啊，就是七啊。他在第三名啊？怎么会？前面呢 ？What？ OK 吗？不 OK， 不 OK。我要看第一名是谁，是小甜甜。对，那谁在里面？那绝对小妖呢？如果小妖呢？可怕！也翻脸一巴掌。好，来看一下有没有道理，好吧？来，你看什么玉？喜欢瑶瑶，对，他的脸就感觉很友善的。Who you think is the most beautiful girl? I like the two sisters. Right, they're beautiful. I can see that they're sisters.
Blue Sister。瑶瑶今天得到这么高的肯定，不错。瑶还不错，还不错，因为对手是这些，所以差不多啦。什么对手？哎，我每天都在看不起你嘞，不错的。第二名来喽，来谁？第二名，一二三。你才第二，我阿妹没有输了，所以现在 Apple 根本不是女谐星好吗？所以现在是小甜甜跟米可白在争冠军啊。先看一下，来 ，Go。Apple is the most beautiful one because Apple reminds me of my phone and I love my phone. I like the most because it's beautiful. What?I would say this was because it looks a little bit fake. 那谁最不友善？ Apple， 他们是姐妹，知道吗？姐妹，他们是姐妹。对啊，哎，真的，看起来很像。姐妹，所以妹妹是第一名，姐姐最后一名。好像有点糟糕哦，糟糕。Apple 其实全都是真的，对对对，他们说是人类，不是长相，对，因为他们对很假，他们算综艺咖，对，然后就是久了以后，人家觉得他们是谐星。Apple 不是谐星啊，好糗，好搞笑啊，好奇怪啊。但你们两个人有分别验过 DNA 吗？我们很像呢，有啊，蛮像的，有像吗？那么像。就一个是马嘛，一个是草泥马，其实没有很草泥马跟骆。外国人的眼光排行榜中，米可白荣登最美宝座，反倒是小甜甜从天堂掉入地狱。最后将引爆女人间的战争，姐妹相互评比，最美与最丑会是谁呢？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你们很邪恶。直接要来公布了，不要内讧我们。在谁的手上？那么简单吗？第一届老外眼中的。漂亮女丑 ，The sister in her mind, golden ugly, golden ugly, golden. The winner goes to who? Lulu, Apple. 谢谢，提高谢谢，验票，验票。哎，不要生气。好，谁滚啊滚滚！我给你第一，我给你第一名，谢谢。哎，我亲妹妹给我第七，我也给你最后。你知道我给我亲妹妹第几名吗？第几名？我给她第一名。哈，真的吗？你又不是谐星，你来干嘛？又不要不好笑。对，你讲笑话，你先讲一个笑话。被攻击。我私底下还是有幽默的。讲笑话给我们听，讲笑话。鬼脸。我们来看看。有想过好笑吗？获胜者获得的评语。哦。哎，不好笑，怎么会是谐星？这是他们刚刚讲的。绝对不是。但一定是这八个里面最漂亮的。这是谁的？谁写的？谁写的？谁写的？这个是丫头的错。哪一位好姐妹？实在太好了，这个人真的不好笑啊！你带来啊，没关系。哦，他重，他重点是说你不好笑了。嗯，再来。哎呦，哎呦，皮肤白，很有气质。这是谁写的？谁写的？哎呦，因为米可白没有嘛，对，因为米可白没有嘛。有一个人说，身材脸蛋都不应该是谐星。哎呦，露露说的，像我今天有把长辈带真的啦，对呀，你们身材好的不得了呢，谢谢，实至名归了。好，入围者获得的评语，小甜甜入围了，入围了，她获得的评语是什么？大声说出来。小 S 接班人，漂亮女丑，谢谢，就是她，是谁投给她的呢？谁？是她自己，她自己给她自己下的评语，对不对？谢哥，我们要送给甜甜四个字：令人鼻酸。他好好笑啊！可怜，可怜，你还自己选自己一票啊？可怜，还写的文笔还不错。不要脸呢，好笑啊！然后没更笑了。谢欣小姐对你也有一些评语，她觉得，你是就是很正啊，真的，虽然又矮又胖。谢欣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我不知道会公布。但是起码他觉得你的脸是好看的。公布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他心机有多重，你知道吗？他排完名次给我看，然后还说我选你第一名，原因是你自拍真的好漂亮，跟你练的完全不一样哎。在这里，你即使又矮又胖就是正，真的，对不对？这能乱讲吗？好，露露也得到一些评语。哦，太好了。哎呦。我就不要讲谁说的，他说因为是主持人，所以不敢把他排太后面。
而且露露模仿桃子姐长相一模一样，你敢说她不美吗？加上露露最近也开始露事业线了，感觉开始走性感路线啊！千万不要，千万不要，这个人就不要讲了。提出了评语的人，离你隔了两个人。哎呦，哎呦，两个人，哎呦，小优啊，好。真的最近一直在露事业线，有的啦，有越变越厉害，写的很狠呢，真的耶，好了，这 OK 了，是称赞。瑶瑶，他写的哦，这个就不说写的人，他说，虽然他像马，但是是漂亮的马，是快呗，快呗，没错啦，快呗，有病吧？有人这样讲你。你确定是他吗？他属马，你不本是同根生的。米可白入围的原因，毕竟在场只有他结婚了，也就消出去，而且米可白很耐看哦，耐看好事，尤其是牙齿的部分。好，米可白蛮像女版的我，对。但是有一个人也提出了他的看法，从葡萄姐姐到米可白，大家都没看腻。哎，这么黑还长胡子，还能拍性感封面，他也算第一人呐！谁呀？这屌没啊？提出这个评语的是小优。小优妹，小优真的好过分哦！哎，你之前拍性感封面真的很心机耶，不知道会被讲出来。好的，所以你今天得到这个，应该发表得奖感言。姐妹们，大家公认，她们几个女生公认她最美。太好了，虽然那个我这一次接到那个通告的时候，我的经纪人是告诉我说今天的比赛是那个女星漂亮排名，然后我就很开心，把星改成丑，对，没有跟你说实话。后来我一跟我妹说我要来跟她录这一集的时候，她跟我说，哎，她是不是忘了写一个鞋子？因为是女鞋星，女鞋星，难怪我跟丫头在打麻将的时候，丫头跟我说：“哎，你凭什么来跟我们一起那个录那一集呀？”哦，认为你不是鞋星，对，我以为姐妹们会以此来攻击我，但没想到她们还是那么善良的把第一名卖乖乖的，其实没有念出来，我们是人前人后啦。哎呀，你那场一定输不少了，所以恭喜我们的 Apple 获得大家的认同，请回宝座，耶，好吧。